国家今年就是6月19日，6月19日就是西关见证纪念日。对民国76年台湾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亚洲头一个听器官捐赠法规的国家，都一下也按照特别意义的法规都建有37年按期的。图暗藏的时间地图，由当地捐赠的人奉献胎爱。卫福部图纪念人员高飞同事，在过来传统的庙路器官捐赠生活卡。希望讲台中用生来传送温度，强下来关心，甚至未来未有可能来做一个器官捐赠者。面对3年前接到家老公查复的消息，万个爱面临器官爱捐赠梦，体检管头度棒棒叉叉，常有时讲到硬后硬后。不过因为家老公提醒因那个心管头度一次就系个影响，故所亲密同意器官捐赠。捐出肝吞两粒药的，五年内吞血筋，本行卡当然体无暗动中点出希望的光。只剩下没有多少小时的生命结束，那在结束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做器官捐赠，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觉得是最好的选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爱心、很帅气的人。只有在屯方面器官捐赠，以及登录屯票组推广中心网站统计，一下全台湾有超过10000票人提登捐赠，其中九个青岛超过8300人，天天是五人的肝屯心脏。不过今年都见，将有458人批对接受器官移植。有了这个仪仗，让我知道就是更有活下去的动力，因为我知道说有一个新的器官，他们愿意捐赠给我，愿意选择我，那我就要努力的活下去。希望你也可以支持我这最后的心愿。因为台湾一海发配几天，就算本人已经签了器官捐赠，不过还是要陆康人同意才做得执行。不过陆康人提发生之前的海，新冠都该通常又唔判得，故说无把握到器官捐赠的黄金36点钟，故说卫福部继续推动器官捐赠身份卡，希望民众透过网站先留好自家对器官捐赠的意愿同想法。包括呢他们所写的字句能够调出来给家属看，那当然透过声纹能够身临其境，那更能够让家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位捐赠者他在生前之间的大爱的表达。捐赠人无私的奉献吞胎爱，是用人爱种方式吞生命延续下去，吞爱加希望传下去，都有机会为所有的人带来新的人生。下个新闻，林伯君、郑青山台北报道。好，跟着我们的爱心，我们继续比一个爱心。